补水，敷面膜。敷面膜的时候就听听歌，或者收拾一下东西，或者是刷刷手机之类的。我好像最近、不是最近，我好像现在不能用小奶音，我直接给大家教一段俚语吧，那个雅思斯兰，大家好吗的意思。多才多艺，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才华的那种。对，然后对，就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就是善良体贴啊，有上进心啊，挺像的。我的表演老师，然后减肥包括艺人，对不对？莱昂纳多，然后娜塔莉波特曼，裸色，西点师，大盘鸡炒米粉和烤肉，活泼型 A 高文，大长腿